觉醒的日子，经过十四年的惨烈抗战，时代会一再努力人民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精力长城，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。蔡国公，就是我們的前輩為我們，我上去一下。茫茫九一八，緬懷先烈，緬懷先烈，開創未來，開創未來，振興中華，振興中華，銘記歷史，銘記歷史，振興中華，振興中華，由我做起，我都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